你在帮阿兄顶下顶钱，是着表示恁金要好好啊？对啊，我恁的感觉就是无同，倒掉顶来。你知道阿龙三为了帮你炖那碗汤花了多少心思吗？你连最重要的亲情都不顾，你把身家撂有什么用啊？你爸为了你哦，研究了很多食谱，那你爸都没跟你说这些吗？管困叹地合，这是人生的无奈。站在